这是 Graham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八首诗，诗名《望月》，作者杜甫。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苍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